高雄市岡山区的兆乡小学临近空军官校，过去曾经是培育空军子弟的学校之一，现在则成为了全台唯一进驻厨艺军机的学校。小朋友下课时间绕着军机玩耍，相当开心。小朋友一看到飞机，兴奋地大声尖叫，因为在校园中的飞机可不是模型，是真正的厨艺军机。兆乡国小的小朋友从九月初开学到现在，每天讨论的都是飞机的种种，就连下课的十分钟也要冲到广场上看飞机。还有人立志以后要当机师，开真正的飞机。那非常的兴奋，会在这个飞机底下钻来钻去，可以让我们同学直接在学校看到，不用再到空军官校看。高雄市岡山区的兆乡国小临近空军官校，过去曾是空军子弟的小学，所以和空军有着历史上的独特情感。那一种感动呢，是兆乡国小的师生圆了梦。因为飞机承载一直以来都是兆乡的师生他们长期以来的梦想。既然是空军子弟小学，那就应该要有这样的一个历史的传承。原本这架飞机面临拆解的命运，后来经过地方争取，才决定放置在兆乡国小展示，作为未来教学之用。现在兆乡国小成为全台唯一一个有厨艺军机进驻的小学，也让小朋友在成长时多了更多的欢笑声。兆乡国小万岁！联合报苏玉涵高雄报道。